是 Alice， 今天这期边穿边唠又回来了。看片头啊，大家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弹幕请大声打出他的名字。没错没错，就是 Ariana Grande。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啊，应该知道我有多喜欢他，不光是他的颜，还有他的歌。但这期呢，在下一定会尽量客观的做的。这期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分成了上下两集。上集呢，主要是成名早期，下期会聊更多的小抓马和穿搭。开始之前，我所有的脚本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查资料翻译对时间线对我来说真的堪比写论文。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可以三连一下，谢谢家人们。那我们就直接开始。1993年6月26号 ，Ariana Grande Butera 出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她的妈妈是一家通讯公司的 CEO， 爸爸是佛州一家平面设计公司的老板，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是真玛丽苏女主剧本吧？因为人美声甜啊，大家也会叫她 A 妹。小时候的 A 妹呢，就可可爱爱，8岁就主演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音乐剧《Annie》。但真正让她在欧美家喻户晓的，还是16岁时在少儿剧《Victorious》里演的傻的可爱的 Cat Valentine。I swear, Cat, if I were you, I'd just punch me right in the face. Ow! Cat! What? You just punched me in the face. You said to.他有多受欢迎呢？就是这个剧的主角啊，并不是 A 妹演的角色，但是因为他的角色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剧方又专门以他的角色为主角，写了一部新剧，叫做 Sam and Cat。而他的角色里的小猫音啊，也让他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段子。My eyebrows are gone. No, they're not. I told you they're right here. 这个剧啊，在欧美的年轻一代就相当于我们的快乐星球。而且呢，在里面 A 妹就已经展现出来了她的唱歌天赋。的红发呢，也成了他那个时期的标志性造型。小声 BB， 之前迪士尼小美人鱼真人版不是选角了吗？其实我感觉 Ari 这个时期的造型啊，演小美人鱼的话会更像。Anyway， 其实我做 A 妹这期时候查资料真的好爽，因为很多明星啊在成名之后会把自己之前的视频都删掉，但是在 A 妹的首页，我还能考古到她10几年前和小姐妹在家的视频。反正我觉得很可爱，想到了小时候我和闺蜜在家自嗨的样子。那时候的 A 妹啊，真的是超接地气。12年的时候还 PO 了一支自己在家录的美妆视频，现在也已经2000多万播放了。不过呢，虽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童星了，但 A 妹还是更想当歌手。2013年 ，A 妹发了她的第一张专辑《Yours Truly》，主打曲《The Way》啊，直接冲进了美国的 Billboard 单曲榜前10。这个成绩对于一个新人歌手来说啊，真的可以算是一鸣惊人了，一举拿下了全美音乐奖的年度新人奖。I'm so nervous. Okay, my mom made me this thing, and I have it in here so that I don't forget anybody.Okay. Monty, Charlie, Wendy, Republic, Records, Scooter, Allison, Jen, Stephanie, Dan, Schneider, Nickelodeon. I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y music career. And I love you guys so much. Thank you. 2014年，他又出了 Problem。听过的小伙伴请扣一，听过但不知道是他唱的请扣二。紧接着又出了 Break Free， 这首歌 MV 里的造型啊，真的是现在看也完全不觉得过时。这个时期的艾莉杏菜女士还没有转型黑人歌手，走的还是可爱甜妹风，经常带着猫耳朵出现，标志性的造型呢，就是她的猫眼妆和高马尾。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身高160的 A 妹穿搭对于娇小妹子特别的有参考价值。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A 妹的穿搭思路一大重点都是显高。早期她的穿搭中啊，很少有裤装的出现。那下面就给大家来试两套 A 妹风的穿搭。提到 A 妹的经典造型，你们最常想到的是什么？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她标志性的高跟过膝靴加宽松卫衣，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下半身消失术。这种穿法啊，刚好露出了大腿最细的部分，对于拉长比例真的有奇效。我身上的这套卫衣就是参考了这个万能穿法，感觉哪怕现在啊也不过时。如果想要增加精致度，重点就是可以尽量选靴子和衣服同色系或者大撞色的。如果仔细看 A 妹的很多过膝靴穿搭，大部分都用了这个穿法，时髦度会瞬间 up。不过呢，这个方法对于比较高的妹子来说，穿上可能会像巨人，比如我。娇小妹子啊，穿上是小鸟依人，我穿是大鹏展翅。所以呢，我一般会选平底或者低跟的过膝靴。按
照这个思路也可以把卫衣换成连衣裙。 A 妹的 MV 和舞台造型都很喜欢用这个穿法，注意就是裙摆一定要稍微短一点，最好腰线呢再开得高一点，也可以搭配这两年很流行的这种鱼骨连衣裙，或者如果要想显瘦一点的话，可以选一身黑的 all black 穿搭，露出裙摆和靴子之间的皮肤，视觉上就会有一种腰以下全是腿的感觉。如果盖住的话，厚重感压下来就会容易有点显矮。因为我很少有黑色包包，所以就搭了一个国牌 Pico 的深蓝蛇纹包包，感觉好像比全黑的话还要特别一点。继续说啊，这之后 A 妹的音乐之路可以说是呜呼起飞，出的歌几乎首首命中，传唱度极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出圈吧。听过拿手的小伙伴啊，请把夜打在弹幕上。和 Jessie J 麻辣鸡合作的 Bang Bang。和盆栽哥合作的 Love Me Harder。One last time。还有 Focus。之前上吉米敬业秀的时候有一个随机模仿名人唱歌的挑战，你们觉得这个唱功怎么样？之后呢，他还出了自己的香水线。有一说一啊，他的香水线真的很可爱，我之前视频背景里的香水大部分都是 Ariana 出的，这不是广告啊，是我之前在国外的药妆店打折的时候买的。我最喜欢的是云朵的这支，就它的味道没有 Sweet Like Candy 那么甜，但还是挺甜的哈，就是有点那种椰子奶油的味道。然后它最经典的这个 Sweet Like Candy 就是为了包装买的，它就是那种非常甜，就是糖果齁甜但不齁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甜很甜的棉花糖的味道，很适合少女心的妹子。然后最后呢，就是 REM 这支，因为它味道是我最最最不喜欢的，但是瓶子真的是太好看了，所以我还是买了。不过呢，这支啊反而是我用的最多的，因为我这个人吧有个猫病，就是我喜欢把好的留到后面，包括吃饭也是，我喜欢先吃难吃的部分，最后再吃最好吃的部分，就我感觉我可能有猫病。继续说哈，虽然我很喜欢 A 妹，但我也不想因为我自己的私心就只讲好的一面。2015年7月， A 妹爆出了一个很大的丑闻，根据 Glamour 的报道， TMZ 发布了一段一个加州甜甜圈店爆出来的监控视频，里的 Ariana 和一个男生似乎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舔了店里的两个甜甜圈，但问题是最后他们并没有买那两个被舔了的甜甜圈。这件事当时在欧美闹得很大， Ariana 也很快就发了长文道歉，之后又录了一段视频再次道歉。 Seeing a video of yourself behaving poorly that you have no idea was taken is such a rude awakening that you don't, it's lik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as so disgusted with myself. I like shoved my face in a pillow and wanted to disappear. But instead of that, I'm gonna come forward and own up to what I did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说真的，我是在做这期视频时候才知道的这个事情，我真的还挺震惊的，因为舔了甜甜圈不买这个行为肯定是太不对了。但是呢，对我个人来说，相比于犯了错愿意勇敢承认错误道歉的名人，我更反感犯了错还死不承认发律师函的名人。所以既然 A 妹道歉了，我也不想在这个视频里面就揪住她不放，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那我们时间线就继续往下走哈。在 Ariana 道歉之后呢，她的事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二年她就和麻辣鸡合作了 Side to Side， 又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时的 A 妹已经从之前的甜妹风逐渐麻辣鸡化，不是，逐渐走上了美黑之路，不光肤色越来越深，眼线也越来越长，整个妆容的风格呢都开始往成熟风发展。不过说实话，其实我自己会更喜欢美黑的 A 妹耶，因为她的五官很立体，美黑之后呢显得整个脸都很紧致，像 A 妹美黑之后呢皮肤就感觉像是开了磨皮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麻辣鸡的影响啊， A 妹的穿搭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变。 But it's, you know, I mean, who wants to look, you know, simple when you can look stunning?
其中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套勃肯第红蓬蓬袖和这身西服套装。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试一套 A 妹的灵感穿搭。我发现 A 妹舞台真的很喜欢穿上衣和短裙两件套，不过呢，因为红色那套啊应该是定制的，我实在是找不到类似的款式，所以就选了这套更加日常一点的。它真的好好看呀，同学们，虽然不是舞台款的华丽风啊，但是这个短裙它其实是个裙裤，而且做了一个蓬蓬的灯笼腿，不会太夸张。而且这种灯笼的裙型啊和袖子真的很显胳膊腿细，虽然露腰，但是绝对不是很夸张的那一种，就是只露一条小小的缝，出门完全没有问题。另一条蓬蓬裙呢，其实是我之前买来想拍视频的，但是因为寄过来真的太久了，已经过季了。可是呢，我又不想浪费，感觉放在这里的话还挺应景的。因为感觉 A 妹的裙子里 A 字裙真的明显多过包身裙。这条呢是一条白色的公主裙，腰部会有一点挖空的设计，而且它有做鱼骨，真的很好看。但是大胸妹子一定要小心，我168/49千克，大部分衣服的话其实我穿 XS 是 OK 的，但是我 70C 它这个上衣部分啊真的是把我的胸给活活勒成了一个饼，就是巨紧。我研究了一下啊，上衣中间那一块并不是我的腹肌，而是我被压扁的胸大肌。所以大胸妹子真的一定要看好胸围，我这真的就是为了艺术献身了。裙子是好看啊，就是拍完给我差点勒缺氧了。继续说啊，2017年5月，一场悲剧发生了。Ariana 在英国曼彻斯特站的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有人在场馆的出口附近引爆了自杀式的炸弹。流出的视频可以看到，当时人群非常的惊恐，都在拼命的往外逃。Oh my god！加上引爆炸弹的人，一共有23个人在这场意外中身亡了，还有1000多个人受伤。其中呢，大部分都是青少年，甚至还有儿童。其实我写这段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资料，但是因为真的太难受，我就不放照片了。真的讲到这儿我就来气，就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呢？这件事之后啊 ，A 妹马上就取消了剩下的巡回演唱会，飞回了家。说真的，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我如果是 A 妹的话，我估计会直接 PTSD。但两周之后呢， Ariana 还是决定回到曼彻斯特办一场慈善演唱会。麦莉、Justin Bieber、Coldplay、水果姐，包括黑眼豆豆等等的歌手都来了。Greatest thing that we can do now is just unite as people, as like fan bases, all of it, you know? 包括门票啊，这场演唱会一共给曼彻斯特爆炸案基金会筹到了1700万英镑，并且呢 ，A 妹后来把 One Last Time 和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现场音频版本所有的收益都捐给了这次爆炸事件的基金会。这件事啊，对 A 妹的影响真的是挺大的。一年之后 ，A 妹的新歌《泪已流干》就是以这场爆炸事件为背景写的，里面的歌词呢是这么说的。后来在采访的时候谈到那次爆炸事件，他也差点情绪崩溃。While we were playing that song, you got pretty emotional, and I didn't know if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it. It sounds like so hard. Whenever you want. You were so sorry. I like literally sorry, sorry, sorry.这首歌呢，后来进了公告牌百强的前三 ，A 妹也成了唯一一个凭录音室专辑的单曲打入前10的歌手。虽然 A 妹事业上啊，真的算得上是顺风顺水了，但其实她也经历过网暴。2018年9月 ，A 妹的前男友 Mac Miller 被发现死于加州的家里。根据洛杉矶验尸中心的报告啊 ，Mac 的死因是意外服用过量的芬太尼、可卡因和酒精，说白了就是吸毒过量。哎，讲到这儿，我还是想说，毒品尝一口，阎王再招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但是呢，故事走向啊，到这里开始变得离奇。其实前男友出这种事儿 ，A 妹心里估计也不好受。但是很多 Mac 的粉丝啊，把他的死全都怪到了 A 妹的头上。看到这里啊，觉得这个脑回路清奇的，请把迷惑打在公屏上。我估摸着，这不是粉丝，这是黑粉吧？这些的逻辑啊，就是都是因为 A 妹和他分手了，才导致他放纵自我、酗酒吸毒的。甚至呢，还给 A 妹发去了死亡威胁。当时网暴的程度啊，严重到 A 妹直接关了她 ins 的评论区。这来投票一下啊，这事儿觉得怪 A 妹的，请扣一；觉得 A 妹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请扣二。本来那个时候呢 ，A 妹已经和当时的男友 Pete Davidson 订婚了，在这件事之后不久啊，订婚就取消了，两个人也从此分手了。讲到这里呢，上期就要结束啦。预知 A 妹这几年的故事与时尚穿搭，请听下回分解。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可以3连一下哟，拜拜。